Hello，又来吃绿豆饼了。外皮一股奶香味儿。看，纯纯的绿豆馅儿，能看到它里边的绿豆纤维。29.9发三盒，一盒里边是10个。我是前两天到，我都被我吃完一盒半了，我忍不住总想吃2个。皮儿特别薄，看。这个是微甜，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、非常腻那种，就是微甜。超级好吃。像小馒头似的。你再来一个。